气驱张被空里，头戴剧中手脚碎，这个名字就耳朵，一滴露雨是给过。而你我父要夜家夜无与生日有过，夜长斗剧不露多，男女妻奴叫一休，所以我立鬼在配偶，来而去门就过，要去各类空中鸟，对夜照射眉谁你可，都是所要的我为我日我多去是我，没将那个书里月中不知受一气，真该黑楼空一气，自杀我弄要复谁，月中我要死的不没你无路得买骨，据说将军多母呢与我烈肉水脑结骨，黑个肉水那无骨非忙难路所细说，七家居啊无负要肉能多个母子谁你做，谁也杀我一开生，能杀阿奴平一生，解杀打猎不为事，阿父要吃药到大阵，那个盲人坐在海，兄弟所念的，老女阿父是盲中兵一年无父的作业，后来四句听声一批，是鞋子那位能力，上辈子那位能强啊，这句母句第一句，各家小弟得到你，与生受子老出来，所以被这么种子叫，受不上辈的绝境，后来被生各处一个月，所要出兵三个月。谁顾养些中午的苦果肉食老虎，他居也能活了谁？只知是说受力来，十日月谁那日里，富过你的都多谁？是后富日肉多少？这谁富日开我学？一无借力要白养，我要打谁的伤口？忙一的人要拉多？这番不是真要过，若是天多到地牛，青芒一抹鸟多少，只爱一杯一世人，插起身子如我人，三界八辈最定谁，地家永远迷成人，一手激动的世界，带去孤的三只牙，各举一命绝抚养，庭中所起一把一把，天忙朝雨出人背，一生人物莫白贼，多多世人所要财，与我斗大争家财，多多财你唔多过，叫人知也谁是过，破天铜墙胜多吉，雷半年脱铜无法过，谁是过也立大功。夫人预备心之痛，各卡费给商业师，今天的商业夫妇送啊，夫妇送。赞美的旋律响起，当圣灵的恩膏满溢，我们的心不再封闭。在这此时此刻，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向神献上赞美的祭，请欣赏向神赞美的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欢迎大家来参加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。今天我和大家一样，都怀着一颗无比喜悦的。耶稣基督进掌声，他为我。各位亲爱的父老长辈，各位亲爱的。像是在麻烦你。到底你先唱还是我先说啊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先请，你先请。这还差不多。各位亲爱的父老长辈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欢迎大家来参加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。今天我和大家一样，怀着一颗无比喜悦，因为救主基督，基督的人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叫你别唱，你怎么不唱不舒服啊？实不相瞒呀，我的心里这是激动的忍不住呢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太高兴了。感情这位姐妹得了高兴病了，靠救主！你看我的身体都健康得很了，那你怎么不唱不舒服啊？
那是因为啊，你看看我肚子里装满了诗歌，一高兴啊就溜了出来呗。就几首破诗歌，至于这样吗？什么破诗歌？对，诗歌可以当饭吃吗？ No。 诗歌可以当饮料喝吗？ No。 诗歌可以当衣服穿吗？ No。 所以说诗歌没有用。误会，那你也太孤陋寡闻了吧，你不知道诗歌的意义可重要了呢。哦，那倒是说来听听。说了啊，竖起你的耳朵。诗歌是神所喜悦的祭物，诗歌是每个信徒向上帝所信的，诗歌能安慰人的心，诗歌能叫软弱的人得以刚强，诗歌它能……说起来倒是有那么一套，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。这么说你就是不相信我的话了？确实不怎么相信。那好，我们来面试面试如何？怎么个试法？就是无论你在怎样的环境当中，我都可以用诗歌来面对。你是说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用诗歌来表达？对，此话当真，如假包换。和风面试，都拿过来吧。那当我在灰心软弱的时候呢？祝福你是我最知心，有那么一套嘛。那当我忘记主恩典的时候呢？怎能忘记那一次次拯救嘛。那当我想跟在座的弟兄，少来了少来了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在我身上呢有那么一个开关。开关是不是这个呀？我还没说完呢，你先不要那么激动。你讲你讲。这开关呢就叫做赞美的祭。赞美的鸡，那赞美的鸭跑哪去了？你说哪里去了？什么赞美鸭还赞美鹅呢？这个赞美的鸡啊，就是这个赞美的鸡，这就是赞美的鸡啊。我也有，不过比你大那么一点点。这个不是看它大小的问题，这个呢你不知道它有多么多么的重要。只要呢你在它身上轻轻那么一捏，自然而然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。有那么神奇吗？那要不试试怎么样？好，弟兄姐妹要不要听？要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来，恭喜恰喜，恭喜恰喜，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设定的日子。你说嘛，设定的。来吧，让我们永远赞美，将荣耀归给他。嘿，来吧，让我们再换一首。他的声音，怎么了？听到错了吗？这也太不合规常了，再换一首。中国的早晨屋顶中，现在是晚上，姐妹，可不是早上。再换一首。观看那高傲的山，观看那奔腾的海，也不错。再换一首。躺着躺着，能力能力。再换。叫你跟你说了要念那么轻一点，都被你念红起来了。那你想怎么样哦？不会才怪。对不起对不起，能不能再来一首？不来了不来了，我不来了。再来一首吗？不来了。再来一首吗？好吧好吧好吧，你想听是不是？对。那好，我有那么一个条件。条件？对，能听到这么好听的诗歌，条件也无所谓啦，是不是？你伴奏我唱歌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你唱歌我伴奏。请问大家口袋里有没有带钢琴？借我弹一下，马上还给你。你说哪里去了？谁的口袋里会带那个钢琴啊？那你想怎么样哦？那当然是我唱歌你跳舞怎么样？什么？你唱歌？对。我跳舞？对。那我可不干。哎，跑哪里去啊？弟兄姐妹你们说好不好？好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谢。Brescia, Bresci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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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esc
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，我的心何等的激动，因为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大好的消息，在元月的八号，比雷莎的教会将要成立。我也感谢弟兄姐妹，更感谢我们的神，因为他眷顾比雷莎。坐在新年的这个元月的日子，我们复兴教会又有一个新的聚会点。在这个美丽的时刻，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，我们北雷峡的弟兄姐妹跟众弟兄姐妹一样，我们带着一颗激动的心情。因为我们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各个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的节目是何等的精彩。但是我们的神也顾念比雷峡，比雷峡的弟兄姐妹因为享受了神的恩典，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用我们的诗歌，用我们的赞美，用我们的歌声来献给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要一生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口，用我们的手，用我们的全心来敬拜。
下第二个节目，男生独唱《人生伴侣》。人生伴侣。喂喂喂！高一练歌。感谢上帝，众弟兄姐妹平安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让上帝来带领我们走过了每一步路，让上帝来牵引我们走好每一步，让上帝每天伴着我们的左右。Kiss the day。当我还在模糊中，你的慈爱看顾我，看顾我。当我迈出第一步，你的双手牵引我，牵引我。你总保守我走好一步，不让我偏离你左右。主啊，你的慈爱，主啊，你的恩典，引导我走丰盛之路。你总保守我走好一步，不让我偏离你左右。主啊，你的慈爱，主啊，你的恩典，引导我走丰盛之路。当我还在模糊中，你的慈爱看我，看我。当我迈出第一步，你的双手牵引我，牵引我。你的话永不落空，永不落空。2005年前的一个冬夜，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，为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这个伟大的降生，成为全世界人类的平安。平安夜里真平安，小小耶稣来世上，听我的消息他宣扬，人间的喜，人间的希望他点燃。你看，一群小天使来报佳音了，报告弥赛亚已降临人间。请听小子合唱平安夜里真平安第二首佳音。不要拉巴了吧，说上去。Yes.
song. Let's go back to America. E pareva, no, questo sta per prendere la cagana. Vai.忧伤的被改变，喜乐的灵来充满，哭泣的被改变，要欢呼赞美，疲乏的被改变，重新得力，失望被改变，永恒的生命要属于我们，请欣赏舞蹈，你让我改变。心。
双手拥抱我，都不放开我，我要与你在永恒里同行。Come on， 双手拥抱我，永不放开我，我要与你在永恒里同行。你在我身旁，一切都不一样，一切都不再一样。我只就是你过，生命改变。我要与你同行。我要与你同行。米利弟兄，你来意大利几年了？两年多了。那你想念祖国，想念家人吗？想啊。那你有没有经常给他们写信啊？说起来真惭愧，还没有。你看那两个弟兄，他们都有写信给家人了，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封家书是怎么写的，好吗？好，请欣赏他们的相声《一封家书》。我盼望已久的圣诞节终于到了，我俩今天再给大家来个相声，好不好？圣诞快乐！圣诞欢乐！首先，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傻哥。傻哥，你等一下嘛，是帅哥。对呀、啊，傻哥，帅哥。我看啊，蟋蟀的帅，大元帅的帅，帅哥。名叫这个，我今天带这个东西来呢。你才是东西呢？那你到底是不是东西？我是东西啊，我不是东西，我是什么东西啊？都被你这搞糊涂了。诸位，诸位连自己是什么东西都分不清楚了，我们为大家鼓掌鼓掌。相声是一门艺术，它讲究的是说学唱逗。今天我给大家来个怎么样？老何，我想起来了。你想起什么？你那天在那福音晚会上唱的那首歌太棒了。是吗？他们都夸你呢。都怎么夸呀？说你的声音洪亮，就是真音乐。好啊，叽叽喳喳像麻雀。我这老家贼了我。他们还夸你呢。怎么夸呀？说你的声音在空中飞舞啊。好。就像地上的小老鼠。我真是害了我。他们还夸你呢。别夸了，再夸我就趴下了。为了能唱好诗歌，我还特意去留学呢。啊，你去牛津大学留学？不不不不不，那是哈佛剑桥。没去过，干什么去那些地方？就你不就跟在我身边吗？对、啊、我小学四年级我就留了两年学，五年级我又留了两年学。错了，不是留学生，那是留级生呢。甭管是留学生还是留级生，我觉得有留就是好学生。好在哪里有好学？好在我刻苦学习，终于让我学会了一个特技。啊？什么特技？特技啊！你看，别人唱歌要助词助曲，嗯，对，乐队伴奏，多麻烦啊！我学了一个特技，我看见什么我就唱什么，平时我都不敢乱看的我。好，为了大家一饱耳福，我们欢迎老何，我们来一段。哎，今天不行啊。什么不行？你不是说看见什么就唱什么吗？那这样吧，为了能让大家欣赏一下我这独门特技，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。就是我顶跟你来唱，非难倒你不可。什么叫难我还不知道呢。比如你看见一座宏伟的教堂，你怎么唱？我张嘴就来，怎么样？没听见吗？我没唱，你当然听不见了。我先示范一下嘛。哎，你别示范了，来来来。雄伟的教堂是我们敬拜纪念救主的地方。哟，还真可以呀、啊！一首不算，第二首。
你看见天边的小鸟，你怎么唱？张嘴就来。你要唱什么鸟？白鸽还是斑鸠啊？一般。天边的飞鸟，它不耕也不收，天赋上起养活大。两首不胜，第三首。现在停了电。你让我唱一首停了电的诗歌？不会了吧？谁不会？还没看上呢。不会早说吗？有了。我们只是一根根蜡烛，要紧的是点燃出来的光。我就不信难不倒你，我来是最难的。有了。夜深人静的时候啊，诗歌是没有，不过我可以引用一下，接下去我要更加深情去唱，你可以听好啊。好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思绪想家时候，我想家，我想家。老哥，不要唱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干啥你？想家啦？老何，不瞒你说，我在大理好几年了，都没给家人写过一封信。那就是你不对了，干嘛不写？我不会写啊，我。好，趁这个机会，老何帮你写，你说啥我就写啥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开始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